要拍于海文的 MV。今天好冷哦，体感八度。哦，现在是八度吗 ？OK 啊，然后但我觉得今天很棒，今天都在室内。寻觅你的呼吸，让自己更加小心。如果只爱的你，他看起来很重，看来导演没有要饶过我。你要不要看那个行囊，看起来超重。那你要拿这个盒子，还有一个盒子。对。承诺云淡风轻是你的服装吗？我就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啊。哦，谢谢喽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这一身装扮啊，就束缚了我所有的那个言行举止，就是我所有的都要这样子。哦，你好，嗨，对哦，请给我一杯咖啡，这样就不能乱讲话，你知道吗？大小姐好辛苦，要一直抬头挺胸，我一直整这样。平常是。我也渐渐要被这件衣服影响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在接下来可能就会变这样，很臭。对，那是小姐与流氓。对，小姐与流氓。今天上午是小姐与流氓。对啊。哎，你们看过那部迪士尼卡通吗？对吧？对，就这样。不想跟他一起吃一根面。不是，不是，他自己就要吃一盘了。还分一根面啊。不想跟他一起吃一根面。看不出来，我看有背面，哎，身高也一样，我无法看出来谁是谁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告五人，我是钱青，我是云恩，我是谦哥。我叫好笑话，超快的，哇，谢谢他们。看我们拍 MV 已经可以拍到有替身这样子的角色出现了，真的是很棒。哎，还好是于海，还好是于海无关。对，如果是什么那种快歌啊，大家又要翻跟斗了。哇，不要这样子！现在那个看背面都要先看 S， 就是因为实在太像。哦，我看一下背面。对，背面是不是？阿昌，请问我在哪里？你在左边。好，出去。你看。一模一样。好，一模一样。哎，感谢我们造型师俊跟嘉荣，非常厉害。成败，任我航向大海，承载你的。与海无关的这首歌呢，它其实是一首藏在心里面的话，欲言又止，就是他其实很想讲出来，但是他不敢，他很怕对方因为他讲了点什么，所以吓到，就是他是一个暧昧不清的情歌，然后写的是一种希望对方可以完完全全的信赖他之后，他才会好好的把话讲出来。而在那之前，他都会好好守护对方的想法。第一时间是导演真大胆，对真的，对，我都不是很相信我自己，他居然相信我们。就是他刚刚我刚刚演的那些内心戏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，我真的有演吗的那种感觉，因为他其实就是导演很好，他要我们做自己就好。对，其实刚刚在讲的时候有讲到一个点，是指定就是我跟你说一个诀窍，然后把这件事情讲出来，然后呢你不要有表情，其实你心里想就已经有那个感觉。嗯，然后我说真的吗？然后我后来我照着他的方式做了一次之后，再去看回放的时候，发现哇有哎，有一个是他要我就难过的靠在我的影子上面，可是因为他要剪接，所以那个影子要先离开，所以我要假装影子在后面，然后我就要这样子很难过这样子，可是我要下一幕又要装美式，所以我就要假装靠在上面，然后又这样装美式，然后我就觉得天哪，这应该是我人生演戏的巅峰吧。哦，巅峰了，巅峰哎，然后我觉得我演蛮好的，恭喜，第一次演戏。我刚刚喝水不知道喝几次，我有一个卡就是
谣言让我在那个沙发上面，然后有一段是我必须跟我自己的替身要重复一直喝水，然后导演就喊三二一喝水，然后我第一次给他真喝，拍了十卡，我喝了十杯，然后我想说哇这样不行，第十一次的时候我开始假喝，才发现为什么我不第一次就假喝呢，然后才想说果然自己不是演戏的料，谢谢导演相信我们。对啊，我们极限大概就在这边而已，就是我们在戏里面扮演着戏需要的角色，对，但到戏外里面又有我们的幻想，也就是我们的分身，对，我们的影子，我们的影子，对，来帮我们完成我们脑袋里的幻想。对对，这是一个蛮酷的剧本，酷的，谢谢导演，也很细腻，对，我觉得很细心，我觉得要心思很细腻的人才能够编这样子的就是剧本，然后思路要很清楚，他应该是整场唯一就是都没有休息，然后脑袋思考最清楚的人，我觉得很佩服他，而且我们三个是完全不会，然后透过他的指导，当然是一些简单的心理系入门，但是就是可能是一个很棒的经验。下班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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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的信赖，喂，变突然变台语。